大家好，我是素年锦时。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复活。人生是一场灵魂蜕变的自我救赎。听完之后，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塞内加曾说，灵魂的力量比任何命运都强大。凭着自己的力量，它既能造福于生活，也能给生活带来不幸。积极正向的灵魂可以推翻一切阻碍，唤醒人心，给我们带来新的人生。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讲述的故事，自甘堕落的涅赫留多夫诱奸了马斯洛瓦，使其沦落风尘，甚至被人诬陷入狱。多年后，两人再次相遇，迷途知返的涅赫留多夫在拯救马斯洛瓦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的人生。涅赫留多夫的人生像极了现实中的我们，在遭受诱惑时被改变，在灵魂召唤中醒来，在黑暗中寻回自我。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而人生不过是一场灵魂蜕变的自我救赎。马斯洛瓦是女农奴的私生女，母亲在3岁时便离开了人世，多亏了两个地主老姑娘把她领回家抚养，这才侥幸活下来。在两人的教养下，马斯洛瓦成了半养女半侍女，虽不富裕，却也过着安逸的生活。他本以为生活会这样持续下去，不曾想却在16岁那年遇到了涅赫留多夫，一个善良、诚实且充满活力的青年。那年夏天，涅赫留多夫来到两个姑妈家度假，两个懵懂的年轻人在朝夕相伴中渐渐萌生爱意。那时，天真无邪的涅赫留多夫对这份纯真的爱情十分珍惜，心中没有半点不道德的想法。随着假期的结束，涅赫留多夫不得不放下这份感情，选择离开，而马斯洛瓦也在不舍中把爱藏在心底。莎士比亚说，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相爱很难，但相守更难。时间带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最初的那颗赤诚之心。3年后，涅赫留多夫成为一名军官，出征途中再次来到姑妈家暂住。此时的他混迹于上流社会，早已迷失自我，在他的眼里，女人不过是一种享乐工具而已。涅赫留多夫的到来使善良纯真的马斯洛瓦误以为是爱情的降临和垂青，他内心满是喜悦，然而等待他的不是爱情，而是一个放荡不羁、充满兽性的人。涅赫留多夫在临行前的一个夜晚诱奸了马斯洛瓦，第二天他塞给马斯洛瓦100卢布，之后便转身而去，没有表现出丝毫留恋。巴尔扎克说，不论处境如何，女人的痛苦总比男人多，而且程度上也更深。丧失人性的涅赫留多夫扼杀了马斯洛瓦对爱情的渴望，使他的身心受到重创。然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5个月后，马斯洛瓦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心烦意乱，心生懊悔，最终选择了独自离开。走投无路的马斯洛瓦在一个乡下寡妇家生下孩子，但孩子却不幸染上了产褥热，并在送往福利院的途中夭折。为了维持生计，马斯洛瓦做过警察家的侍女，林务官家的女仆，还到单亲母子家庭里当佣人。可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摆脱不了男人的纠缠。后来，穷困潦倒的马斯洛娃被妓院老鸨盯上，在金钱的诱惑和报复心理的作祟下，沦落风尘。命运的无情摧残，使马斯洛娃丧失灵魂，坠入颓靡的不幸。爱默生说，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充满活力的灵魂。人一旦丧失灵魂，就会断送自己人生，这是一种不幸，更是一种悲哀。命运像一张无情的大网，错综而复杂，从不给人片刻安宁。在马斯洛娃沦落风尘的第七个年头，他因一桩人命案被诬告为杀人犯，继而被送上法庭。那天法庭上坐满了陪审员，而涅赫留多夫便是其中一位。涅赫留多夫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年之后，他和马斯洛娃竟然以这种方式相遇。他看着马斯洛娃丰满而又苍白的脸，情不自禁地想起两人的甜蜜时光。当涅赫留多夫想起自己曾对马斯洛娃犯下的罪孽时，内心满是恐惧和愧疚。也恰恰是这些来自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使他的灵魂有了第一次的苏醒。涅赫留多夫心里认定马斯洛娃是无罪的，可最终由于陪审员的大意和法庭的敷衍，马斯洛娃竟被判流放。罗曼·罗兰说，一个勇敢而率真的灵魂，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爱，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不做影子而做人。涅赫留多夫为这样的审判结果感到愤怒，他开始为拯救马斯洛娃而做准备。如今他已经意识到，马斯洛娃所受的苦难都是由他造成的。曾经的种种罪孽萦绕在涅赫留多夫的脑海里，使他陷入无尽的自责，内心深处却有了一种强烈的意识，我要去帮助马斯洛娃，以请求他的宽恕。为了赎罪，涅赫留多夫跑到监狱看望马斯洛娃，甚至决定和他结婚，为自己赎罪。为了减轻马斯洛娃的罪责，涅赫留多夫四处奔走为他申诉。当历尽艰难的申诉失败时，涅赫留多夫毅然放弃了贵族身份，跟随马斯洛娃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涅赫留多夫始终没有放弃拯救马斯洛娃。他先是通过各方面调解，成功把马斯洛娃的罪行减轻，然后又四处疏通关节，使马斯洛娃的服役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涅赫留多夫在拯救马斯洛娃的过程中，整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心中充满了善意，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左传有言，人孰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每个人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当我们犯了错，要懂得反省自己，要及时做到迷途知返。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罪孽的羁绊，使灵魂得到解放。服役环境得到改善后的马斯洛娃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学会了关心和帮助别人，对身边人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对涅赫留多夫的态度。当涅赫留多夫再来看望马斯洛娃时，他变得热情起来，不仅为涅赫留多夫的到来而兴奋，更是打心底里感谢他的付出和帮助。与此同时，涅赫留多夫也为马斯洛娃如今的改变感到高兴，对他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感情。涅赫留多夫的心灵深处涌出一股爱的洪流，
使他对所有的人都变得关心体贴起来。他改变了对犯人的看法，主动了解犯人的真实情况，同情他们的遭遇，尽心尽力地去关心帮助他们。然而，聂赫留多夫并不知道，马斯洛娃的转变不全是因为他，更多的是来自西蒙松的启发。当初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服役人西蒙松对马斯洛娃十分照顾。也正是西蒙松唤醒了马斯洛娃心里的爱情，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聂赫留多夫跟他结婚只不过是为了赎罪与弥补，而西蒙松对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卢梭曾说，良心是灵魂之声，感情是肉体之声。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马斯洛娃拒绝了聂赫留多夫的结婚请求，选择与西蒙松结合。马斯洛娃知道，如果他和聂赫留多夫结婚，会损害对方的名誉和地位，而跟西蒙松结合可以使聂赫留多夫得到自由。当聂赫留多夫知道这一切时，内心充满了痛苦，但依然决定尊重马斯洛娃的选择，并为他有这样的好结果而感到宽慰。故事最后，马斯洛娃获得了减刑，而聂赫留多夫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灵魂救赎，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松下幸之助说，以温柔宽厚之心待人，让彼此都能开朗愉快的生活，或许才是最重要的事吧。在命运的长河里，我们要学会在内心寻找答案，唤醒灵魂深处的善念，以宽己爱人之心待人，在爱与被爱中实现人生的灵魂蜕变。这部小说的主旨是复活。男主人公聂赫留多夫年少时自甘堕落，犯下罪孽，后来他为了给自己赎罪，心甘情愿地接受所有苦难，在历尽万难后实现了灵魂救赎，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如尼采所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活中的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稍有不慎便会卷入其中，迷失自我。唯有保持一颗初心，时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才能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书写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沉沦，都是对人生的一种辜负，同时也是一种考验。而考验的背后，是不断修炼的成长之路，也是一场灵魂蜕变的自我救赎。我们要在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中找回自我，方能开启新的人生。好了，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我是素年锦时，祝你晚安，做个好梦。